解释了一万遍，他去酒吧碰上了无赖。屁！我怎么就不相信呢？还酒吧碰上无赖了，我怎么觉得还是撒谎呢？你们这些男人一看到女人就被白痴。行，我就是白痴，行吧？你聪明啊，姑奶奶，消消气儿，咱别动了胎气啊，孩子是最重要的，行不行？老公。 老公，干嘛？这几天在家里面可无聊了，跟着妈大人瘦小脸的，每天都不知道在干嘛。我请不着过生日，让我去唱歌。英子，英子，英子，你头没事吧？啊！肚子疼。英子。 出纳吗？哦，已经招到了，谢谢啊。从他现在的情况来看，如果目前癌细胞不大面积的转移，一切都还好。但如果我们就没办法了，你母亲到现在这个阶段。 继续治疗的价值已经不大了，你妈妈很坚强，她希望在她最后的日子里能过得有尊严、有品质。去医院检查，怎么样啊？挺好的，只要不瞎嘚瑟，啥事没有。那就好。 这怀着孕呢，就应该好好消消停停的在家好好的保胎。哎，是男孩吧？是女孩。你儿子眼里啊，只有女孩。检查出来了，是女孩。别听他胡咧咧，妈，您真不知道，现在人明文规定就不允许查是男是女，孙子孙女不都一样吗？您就甭瞎讲了。那可不一样。 你三姨家那个刚添了一个大胖孙子，我这可看着眼红呢。哎呀，行了，到时候生什么就是什么，好吧？啊，对了，晚上别给我留饭了，我公司还有事儿。哼，公司有事儿？我看你是心里有鬼吧？一见到他，你心里就长草了，恨不得变成飞毛腿飞奔过去吧你。去见谁呀？嘿，我说你们这个啊，你们这过的叫什么日子这是？ 就从外边回来，你们就鼻子不是鼻子，脸不是脸的，就还当着我的面，你们就这么吵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妈，你问他，他的医院碰着谁了？你碰着谁了？还能有谁呀？严英呗。严英？严英怎么了？问他呀，严英为什么去医院啊？你又把人严英怎么了？哎呀，现在谁是你们老方家的媳妇儿呀？ 这胳膊肘往外拐的都看不见了都。田菲菲，我可告诉你啊，我要不是看在你肚子里现在怀着孩子的份上，我早就跟你好好说的说的了。人家严英现在就够可怜的，够难受的，你别再欺负人家了。你要是再这样的话，我真的跟你没完。我怎么欺负她了呀？这严英说的一点错都没有。我田菲菲在你们眼里就是一下蛋的母鸡。
我现在蛋还没下出来，你们就这么对我？你明白就好。妈，非补这一句干嘛呀？你就别添乱了，这已经够乱的了。添乱？天天你这么多事儿啊？我咎由自取，我活该。哎，来了来了！哎呦，美珍啊，快快快快来！阿姨，不知道您喜欢什么，她给您买了这个。哎呀妈呀，这多贵呀、啊！这果篮这么沉，快给我来来！哎呦，快放下！真的，阿姨。哎呀，哎呀。阿姨，哎，您这屋里地擦这么干净，我是不是该换双鞋啊？哎呦，真懂事儿！你看哈、啊，我呀，这鞋我早给你准备好了，你看新的，从来没人穿过，快换上！阿姨您真好，快换快换！哎，丹丹呢？在家吗？啊，在在，丹丹啊，快来快来！哎呀，快来叫姐姐！哎，不不，那个叫阿姨。阿姨好。嗯，真乖。这个呀，那个写什么呀，都叫他。哎，年轻人嘛，也应该多干点，谁让他有那个才能呢？是不是？就是。哎，那个，端端，嗯，给阿姨唱个儿歌好不好？好吧。哎，端端唱歌可好听了、啊。是吗？你坐这儿，你们俩聊啊。哎，我去看。好的，阿姨。哎要帮忙吗？啊，不用不用，坐这儿坐这儿。好。阿姨，奶奶说你不是大人物，你是重要人物，你是吗？哎呀，你别老拽，拽我干嘛？我对他呀又很了解，当初要不是那季琴死活要嫁给你啊，没准现在跟你过日子的是美珍。妈，我现在不想考虑那么多，您就让我在您身边待着，好好的孝敬您，过几天舒心日子，我儿子儿媳妇一块儿当，行吗？不行。二娘，今儿你要是把这事儿给我弄砸了呀，
这么巧，我又不是韩冰，不用跟我演戏。行，那咱俩明人不说暗话，找个地儿聊聊吧。可这些话你不应该跟我说。对，于姐，我说了别叫我姐。好，那林小姐，如果你聪明的话，就绕绕位，让韩冰自己来选择。多少次的失眠，多少次的情绪失控，两个人的心结，拥抱孤单独自承受，刻下永久能够拥有多久，黎明前的星空黑得看不到头，再回到生活，给幸福一个理由。为了谁心动，为了谁感动，选择不自由。为了谁冲动，为了谁懵懂，才肯放手。转身之后会懂，有一种爱值得等候。多少次的放纵，多少次的有恃无恐，两颗心越靠近，渴望一点空间放松。誓言太美，不够完美，许愿时的星空被爱冲昏了头，再看看生活，给幸福留个出口。哦，为了谁心动，为了谁感动，过分的索求，为了谁冲动，为了谁慢，所以不走。转身之后才懂，有一种爱难得享受。为了谁心动，为了谁感动，过分的索求，谁冲动，为了谁忙动，所以不走。
转身之后才懂，有一种爱还值得等候。